其实你就是因为知道他的性格没那么容易放弃，所以你用最后一个最绝情的方法去保护他。你究竟想怎样？我就是要卓旭知道家人被人伤害那种感觉有几痛啊！搞他真的搞我，很严重的。你个妹俾我玩啊，都是因为你的。他为什么要呃我啊？是因为你对不住人家在先啊。